雲端技術應用。雲端是一種將日常資訊、工具和程式放在網絡上面的資源利用方式。正因為被放置在網絡的虛擬空間裡面，所以就叫做雲端了。所謂雲端其實是指網絡，名稱是來自於工程師在繪製示意圖的時候經常用一朵雲來表示網絡，雲端這個字就這樣產生了。簡單地說，雲端有雲就有端，端就是你的電腦，而雲呢就是部署在網絡上面的公共平台，你以後就不用孭著部notebook周圍走了。電腦壞了或者被偷了都不用擔心資料沒了，因為你的資料都會在雲端上面。只要一組帳號密碼和可以上網的裝置，例如手機，都可以變成你的個人電腦了。